这对我们讲订书机不？喂，老，喂，你等我一下，就会。Thank you.
今年的活动会当讲咱转来到咱桃城
自家哦，这八十年红包以后，咱第一个场地也是主要的场地。啊，这个场地呢，对咱来讲，会当讲是有着思想的意义，因为民国37年以后呢，受到各项因素的影响，桃城酒歌停办数十年。在咧民国80年，咱受到各界大力的支持，大力来甲咱合作，所以呢，咱会当顺利恢复举办桃城酒歌，一直到今仔日，经过10多年的时间，咱展开对着酒歌文化传承的心情。家坚持拢无改变，而且咱每一年每一年对着时代的脚步，咱也不断伫咧进步。所以过去呢，大家对着唱歌的印象，拢是感觉讲，哎呦，啊，就是吼，对着咧歌台顶头做物件咧，甲等待着吧，安尼就是叫做唱歌吼。但是咱真在最近即几年当中，咱真加足侪足侪单。咱增加足侪足侪，咱活动的这个刺激性，咱活动的困难性，但是增加着咱活动的安全性吼。啊，总共呢，因为咱这个安全重要的部分，咱增加足侪安全网，包括呢，即马上先，咱下一个朋友就先看到，伫咱高平高头下边，咱有看到足侪足侪，这一包一包，这是地皮，这叫做草坑吼。那草坑呢，它具有非常好的弹性，所以呢，会当保护着咱的双手，而且我们的每一位选手身上都有安全绳，咱会点绑安全网，因此呢，咱的双手的安全性是大大大大的提升。啊，但是呢，咱也增加着看到哇，啊，这个吼，今仔日镜头非虽然非常的美丽，但是咱的条啊拢伫咧关灯吼，灯光相向是提前调，问着要来甲朋友大家报告，因为咧，咱12米的高条顶管，咱拢总有120加仑的高油挂伫咧顶管。120加仑的高油在过去的古早时阵，全国并无挂无挂这个高油吼。啊，最近这几年，咱增加着活动的困难度，跟这个活动的体育竞赛的可看性吼，所以呢，增加这个高油的数量啊，而且呢，增加着伊的这个加仑数吼，起码对着咱的选手来讲，会当讲困难度更加提升。接下来就是咱的高铁的啊，这个每一座的高铁吼，顶端呢，咱就看到大家呢准备着弯弯的这一片，同时呢，以前都在敢那有顺风机，咱即马嘛对着时代的脚步，咱增加足多奖金伫咧顶端吼，啊，所以呢，每一支的顺风机都是咱的选手必争之地。那安排这么多，安排这么多精彩的啊，这个内容，增加这么多变化，这个表示讲咱桃城真正用心，桃城真正认真吼。希望呢，从这个传统的民俗文化，唔单是单纯的传承，那么如果起码的少年子弟对着流行的脚步，知影着咱的文化嘛，伫咧进步。尊老传统一定爱延续，一代传一代，唔通就着咱先辈来开垦台南平原，这种困苦啊，这个困难的情形解放袂记。桃城酒歌最早最早就是要来纪念着开垦台南平原五沙岛，甲咱先辈，大家因为过去会无方便，过去的开垦的辛苦，所以有破病。来过身的阿妈有因为开垦战乱啊，修建占地盘啊，占这个土地啊，来建设咱家的高坟雅柜，咱的祖先，咱的老外公，借着秋歌活动举办来纪念咱先人的困苦，同时呢，也希望咱后代的子孙爱会记得先人开垦的辛苦，可好啊？爱惜着咱这片的土地，好好啊来疼惜着咱这片的土地。再来就是希望透过着唱歌活动的举办，
来和大家了解，因为唱歌是一个团队的这个包括咱即马看到现场伫个做歌唱，现场咱伫个唱歌这个歌唱的同时，绝对不是一个人就会当完成的，这就是咱唱歌的精神甲意义。这个唱歌活动的进行，不管讲是伫个四国条的选手，或者是讲制作歌唱这个。传统的进行，甲江苏的江淮的进行，都是需要团队的合作，都是需要大家共同来打拼，才有法度去完成。所以老周先要甲咱讲的，就是团结的重要性，绝对是大家手牵手、心连心，共同打拼，才有法度和咱的未来愈来愈好。这是老周先要和咱传达出来的。当然包括唱歌活动的进行，也是要选手一个传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大家互相照顾，才有法度完成这个困难的挑战。这是咱唱歌最大的意义。除了辅导着咱的老板歌，顶台着咱的祖先以外，最主要就是咧传达，咱就爱感恩，咱就爱团结，才会当把咱事事行行拢圆满。是，叔叔。